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哥，这里是明哥聊太极。那今天的教学时间呢，我们是学习24式简化太极拳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学到了海底针，那么海底针下边呢是闪通背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啊，海底针闪通背，把身体直起来，把右掌抬起来以后，上架到头的上方，然后左腿向前迈一步，左掌向前推出，身体右转，眼看左手。好，我们换一个方向啊，也便于大家能够看到，我们面朝大家看看，闪通背，把身体直起来，然后身体右转，右手架在头的上方，左掌推出，啊，眼看左手。好，你再看一下，由海底针到闪通背，直起来，右手上架，左手出掌，变弓步，左腿向前迈。好，今天的24式太极拳，我们今天就学一个闪通背。好，喜欢的朋友呢，你订阅这个节目，我们下次呢再学习下一个动作。谢谢大家。